点儿没做。哎，天这么热，哪有心思做？马上叫咪姆带我们去南极吧。这不行啊，再让妈妈发现了又要挨骂了。八戒，妈妈现在出去一会儿啊，你好好看家。啊，全写好了。嘘，好好做功课。是。快。你们好啊，我来了。不是讲好了吗？今天带我们到南极去。你们别着急嘛，我现在马上带你们去。Go！走向南极点。你们想去的那个南极企鹅生活的地方到了。啊，原来企鹅有这么大。这个是企鹅皇帝。企鹅真是越看越好玩。你们看，两头雄企鹅在打架呢，为了争夺一头雌企鹅，他们互不相让，吵得可厉害呢。取胜的雄企鹅在向雌企鹅求爱。这些是阿德利企鹅。每年一到春天，阿德利企鹅从100多公里以外的海上飞来，找固定的坐巢场所。雌企鹅下了蛋后，雄企鹅先孵化，雌企鹅就到海上吃东西，回来后再接替。即使在-560度、风速40米的强风中，企鹅仍然一动不动地孵化着。好，明天早上天一亮，带我们出去转转吧。啊，很遗憾。现在是中午，可太阳却在地平线下面。哦，对了，北极的冬天不都是黑夜吗？可现在是夏天呢。因为北半球和南半球夏天和冬天正好相反，日本是在北半球，当北半球是夏天时，南半球是冬天。南极当然不用说，也是冬天了。冻死我了。啊，怎么这么冷呢？比北极的冬天还要冷。对，南极的冬天比北极更冷。为什么？南极和北极的差别你们知道吗？嗯，北极都是海，南极大概是陆地吧。对了，这里是南极陆地，是地球自转轴的南端，就是南极洲。它的形状跟日本很相似，但比日本大37倍。南极山脉有好几个，南极陆地的高度居七大洲的首位，还覆盖着平均厚度为2500米的陆地冰。这儿大雪不断，几千年来下的雪结成的冰有北极冰的8倍那么多，据说占世界上冰的90%呢。占世界上冰的90%？所以啊，如果世界气温升高，南极的冰全部化掉的话，那大海的海面就会升高61米左右。如果真那样，那像东京、伦敦、巴黎、纽约等大城市，以及一些人口集中的地区，要有1/2沉到海里呢。真可怕。可是这件事儿跟南极比北极冷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们说，海洋和陆地哪个容易热容易冷呢？嗯，知道，陆地容易热也容易冷，对吗？对，南极是陆地，所以应该比北极冷得快也热得快。可是它整年覆盖着冰，因此连夏天气温都上升不了。但是到了冬天，冷的程度却大大超过了北极。嗯，我一直以为只有北极才冷呢。不过，南极虽然寒冷，但还可以洗海水澡呢。哦，我不信。这儿是特塞普星岛，是座火山岛，地热使海水变得很暖和。啊，真舒服。这是有名的罗斯海的冰障。陆地上下的雪遇到了低温就淤积成冰层，冰层被陆地推到了海里，成为冰台浮在海上。
冰台向海面延伸900多米，高度虽然只有45米，但海水下面有260米厚呢。冰在水下整年不化喽。对，快瞧，有海豹。那座冰山是南极特有的桌子型冰山，是由于海水的潮汐使冰台断裂而形成的。瞧，那座冰山尖尖的啊，那是桌子型冰山风化以后倒下来的。什么？是跌倒的冰山？身子总算暖和过来了。是啊，我以为真要冻死呢。也难怪啊，刚才差不多已经是-50度了。有-50度？南极有记录的最低温度是-80多度，是世界上最低的气温。啊，到了这么可怕的地方。不过为什么这儿会有小屋呢？这间小屋是80多年以前斯科特探险队向南极点进发时造的。那不就是到了？对呀，我们已经回到了1911年去了。那么这一次我们是到南极点探险喽？是的。好极了，又是第一个去南极点。不过能不能到达呢？难呢。哎，你嘀咕什么？没什么。斯科特他们足足等待了4个月。1911年8月25日，这一天太阳终于出来了，南极的春天来到了。你看，阳光在向我们突然袭击了。威尔逊，可以开始行动了。1909年4月6日，当美国的比利征服了北极点之后，全世界的目光一起转向了南极点。是谁？是哪个国家能最先到达呢？最热心的是英国，当时他在印度等地拥有许多殖民地，是一个强国。从1768年起，詹姆斯·科克花了3年时间在南极圈的周围航行，到达了南纬71度的地方。以后，克拉克·罗斯在1841年发现了深度最深的罗斯海，他把高耸的山脉命名为维多利亚高地。这位就是克拉克·罗斯。这些探险家们在南极的科学考察以及地理调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，因此斯科特队长和队员们的多年愿望就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点，在那里插上英国的国旗。于是他们乘丹拉诺巴号不远万里来到了南极，度过了艰苦的冬天。但没想到他们遇到了对手，他叫阿蒙森，是挪威的优秀探险家。由于比利抢先一步到达了北极点，于是阿蒙森把目标转到了南极。他向斯科特寄出了挑战书，他带着为北极探险训练好的116头拖雪橇用的爱斯基摩狗，在京湾建立了基地。这基地离斯科特探险队100公里，离南极点也是100公里。这段距离可真叫人担心呢。不久，日本的白濑中尉率领的一支探险队乘着开南丸也登上了京湾，可惜他们没能到南极点，把到达的地方命名为大和雪原以后就返回了。好啊，是阿蒙森他们。快跑！这下完了，阿蒙森探险队抢先出发了。什么？咪姆，你在说些什么？阿蒙森队已经出发了。哎，真的？我们还不出发就要输给人家了。快去告诉斯科特吧。哎，大姐别去，不行啊。
我们只能一起跟着去，现在是无法改变当时的历史的。是吗？北极的时候是冬天，这次是夏天，所以轻松点儿。嘿，你们俩真神气啊！不过这次探险很艰苦，到时候别哭着要回去啊。保证没问题。正如威尔逊说的，这次探险一点儿也不轻松。还不到一个星期，就遇上了暴风雪。经不住暴风雪，好好照看。这雪暴不停，就无法前进了。怎么样，星子？瞧你这可怜相，大概是想回家了吧？我才不呢！我马上给你们烧热汤喝。队长，马的情况又不好了。不用担心，来，我们喝汤吧。没办法，马受不住寒冷，太可怜了。这时候，阿蒙森队已经登上了南极高原。第二天，他打破了夏克路顿的记录。这时候，斯科特队在贝阿德莫冰河前面遇到了暴风雪，无法前进了。暴风雪过去以后，斯科特队开始爬冰河，可是陡峭的斜坡上覆盖着又软又滑的雪，雪橇根本就没法使用。于是他们只好把狗放回去，自己来搬运行李。不行，只能用手推。队长，对不起，观测仪器丢了。没什么，只要人没掉下去，就是走运的了。是。阿蒙森队没有遇上坏天气，终于到达了南极点附近。加把劲，争取在12月14号到达南极点。那时候，斯科特队正在冰河中艰难地向前走着。到了1911年12月14日下午3点钟，阿蒙森队终于到达了南极点。作为一种胜利的象征，阿蒙森留下了帐篷和给斯科特的信。斯科特仍然带领大家在贝阿德莫冰河中艰难地前进，终于登上了南极高原。最后的冲刺到了，但是队长，粮食装备已经不多了，只够4个人的了。是的，我一开始就估计到了这种情况，但现在气候很好，食品分着吃吃。这儿离南极点只有270公里远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全体探险队员都带走。您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队长。是啊，如果多取一个人，食品就要少掉一份。而且雪橇也只有4个。斯科特知道探险队的每一个人都想去南极点，他理解他们，可是良好的愿望无法实现啊。是啊，全体都去不可能了，但至少我希望体力最好的波瓦兹能够和我们一块儿去。大卫，请原谅。
3月15日，我们向着南极点前进。不久，它将要出现在眼前了。我唯一感到害怕的事情是，在那里看到挪威的国旗。斯科特从不间断地写日记，直到探险结束为止。万一被阿蒙森队抢先到达，我将如何向伙伴们谢罪呢？大家快来看呐，滑雪板和雪橇的痕迹，有人比我们来得更早呢。指示标，沙蒙森，他们先到了。阿蒙森队经过这儿留下的标志，1月18日，斯科特也到达了南极点，可比阿蒙森整整晚了一个月。阿蒙森在去年12月14日到达这儿，就是说，这是在一个多月以前，还给我留下了这封信。2个半月来，克服了千难万险，走完了1500公里的艰苦旅程，是为了什么呢？1912年1月18日，斯科特经过多次天体定位，确定了南极点的位置以后，在那里插上了英国皇太后赐予的国旗，并且照了相。可是，表情总有点悲伤。与此相反，阿蒙森的运气真是太好了。既没有遇上坏天气，又没遇上危险，坐着雪橇用了99天就走完了往返3350公里的行程，平安地返回基地。他具有探险家的敏锐感觉，果断地杀了34条狗作为备用食物，这些都使他取得了成功。真失望啊，没有能第一个到达。哎呀，斯科特队的人呢？咦，上哪儿去了？再往前的路你们可不能一起走了。为什么？斯科特队不仅没能第一个到达南极点，而且还遇到了更悲惨的事儿。啊！南极的冬天渐渐来临了。艾彭斯第一个死去，接着是奥斯。奥斯也死了，他是因为冻坏了手脚而倒下的。奥斯是在斯科特他们睡着时遇到了铺天盖地的暴风雪。在去南极探险之前，奥斯常常这样说：无论谁一旦身体虚弱，成为他人的累赘时，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。掉队的维尔逊、波瓦兹和我，简直像幽灵似的，痛苦地在雪中前进。现在只剩下2天的食物了。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可以向人们讲一个关于我的伙伴们的故事。他们的大胆、忍耐和勇敢，能够震撼英国人的心。1912年3月29日，他们只要再前进20公里就可以到达基地了。是队长的帐篷。那一年的11月12日这天，搜索队发现了斯科特他们的遗体。帐篷内整理得很好，有日记、照片和胶卷。到死前半个月，波瓦兹记录的气象资料
以及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所采集的地质标本，大约共有15公斤重。这些可以看到植物化石的煤和岩石，显示了陆地的地质年代，它们可以证明植物诞生的全过程，这都是最重要的标本。它们向全世界无声地宣告，调查和勘测南极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。刺客特的小屋现在还在吗？它当然在了，现在是作为美国的考察基地在使用呢。从这一点上说，斯科特的科学探险精神已经被各国的考察队继承了。许多基地上正在对极光、太阳电波、地球物理、地球化学等方面进行着研究呢。是吗？那斯科特队留下的标本起的作用可不小啊。当然，就连你大介军不是也帮了忙吗？嗯。我也够累的了，好，再见吧。再见。你们俩功课做完了吗？哦，坏了，是妈妈回来了。亲子怎么了？嗨。